这个长胡子里面没有痘痘，没有。这就是常规头发，常规一般的头发。这东西拿好。不过他头发也挺粗的，他刮了。不是，他白头发挺多的，他是刮了白头发讲不讲？你白头发多吗？不多吧。多。你刚才没有看。胡子也不留了。
Thank you.